国队员加油的，然后也带我的孩子过来感受一下这个大运会的气氛。我觉得举办的非常好，就是感觉就是有那种奥运会的水准，然后就是加上的那个建设啊，各方面我觉得也进步非常大。我出来的时候他们还很小那个时候，但是就是有两个双打选手都是我们四川的嘛，他们的双打的水平啊那些我觉得都不错，所以我觉得这次比赛他们应该也挺有机会的，就是加油吧，就是放松加油。